我们不仅要用餐饮文化来影响世界，用科学技术改变世界，我们更需要用财富的知识和理念来丰富我们的世界，是一种艺术，不是科学。所以的话，艺术呢是一定要有艺术天才的人才能做，做投资也是一样的。实际上呢，做投资呢，如果不是有这种天分的人去做，是非常危险的，对吧？不是对社会危险，对自己也是很大的危险，对财富是毫无意义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说，并不是鼓励每一个人去投资，我们鼓励每个人做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善于做的事情，对吧？所以这样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宗旨，就让每个人做他自己善于做有特长的事情。我这个书呢，实际上呢是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，特别是财富方面。怎么样 ？OK， 好。很诚挚的谢意，就上来。OK， 走。中国呢，和中国人，当然没关系，接着走。中国和中国人呢，都存在很多问题，但最主要的问题呢，是思想和观念问题。你始终看在这儿啊。嗯。OK。人人都需要财富知识，但是呢，中国人普遍缺乏财富知识，相对于这个北美来讲呢，缺乏的就更多了。所以我们接触很多人，他们大多数人都不懂这个财富知识。这里面有个财富呢，很多人投资啊，就想爆发，就想暴富，但是实际上财富呢是靠积累的，是一个过程，特别是一个慢慢的过程。你想得的多啊，反而少。OK， 好，再来一个。搞个中国人呢，没有，就是中国人没有财富的主要原因呢，是因为他们普遍缺乏财富知识，哎呀，而我这本书呢，我的《宝贵的财富之路》这本书呢，是一个财富知识的最好的一个实用教材。这是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，一个比较完整的总结，对大家都有非常大的启发和帮助作用。你最大的理想，你想通过以后发展的目标谈这个。我的目标，你的，我的理想，你的理想，你想通过做投资，然后是帮助别人呢，还是怎么着？就这大概。我们做投资的目的呢，当然是帮助这个社会，帮助大家。当帮助大家成功以后，我们肯定是最大的成功。所以的话呢，我的目标呢，就是要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没说的。啊？富有人的思想观念、市场观念，要有财富知识。尽管我现在并不是最富有，但是只要足够的时间，我一定能够达到这一点。走。我的《宝贵的财富之路》这本书是中国人的财富宣言书，也是播种机、宣传队，是财富的活教材，所以每个人都会从里面得到非常有用的知识和启发。所以我就讲啊，这本书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，就在这里。凡是读了这本书的人告诉我们，已经他们都非常有收获，你不信
你试试看。我不是开玩笑跟朋友讲，如果 我这本书你买了以后觉得不好退给我，我是全数叫退。好，这个你对巴菲特的印象，好，你就接电话，你接电话吧，你接电话。不用等。